的人生感到困惑的时候，一定要听《Oru Diku Woki》。女人，当你的人生感到迷茫的时候，可以找《Oru Diku Woki》的成员做爱。听《Oru Diku Woki》是你们解除一切烦恼的秘密。違って